天要化老人妆，所以我大概是要化变成70岁吧。头发眉毛全部画白，再把脸上粘满白胡子，奶爸吴尊画起老妆依旧帅气，但比起真实尊爸还略输一筹。拦着吴尊一双儿女的就是他72岁的爸爸吴景天。吴尊抛出一系列替爸爸过生日的照片，还有老爸年轻时的学生照，意外让家族神基因掀起讨论。因为72岁的尊爸竟然没有白发，没有皱纹，看起来就像是40几岁的中年人，冻龄功力实在一流。小时候其实在文莱也没有什么活动，就是说我带他去打篮球，因为我喜欢打球嘛，啊，经常带他身边去打球。翻出10年前尊爸接受香港媒体访问画面，当时60多岁的他虽然也是一头乌黑短发，身材保持不错，但打扮比较休闲，反而没有现在看起来那么年轻。听说你爸爸现在是你最大的粉丝是吧？还模仿你的穿着打扮啊，还带你戴的棒球帽。我觉得这样很好啊，对啊，因为你知道吗，他年纪大了，我觉得心要年轻最重要。不止心态年轻，尊爸的穿着打扮也越来越样，父子合照宛如兄弟，实在让人佩服一家子的帅气基因。粉丝也更加期待吴尊的儿子 Max 长大后颜值无可限量。记者孙英，李顺台报道。